这个认证计划呢可以为建造业界呢和金融业界呢提供一个大家都可以信任的机制，推动建造业实务这样的环保工作。在这里我要感谢建造业议会推出可持续金融认证计划，持份者呢能够应用可持续金融这个工具，为到业界开展更加多绿色项目。咁仲有我哋係一路都會喺嗰個認證計劃上面，希望得到更多金融朋友或者申請人嘅一啲 feedback 啦，一啲意見啦，點樣係將我哋呢一個認證計劃咧係做得更好。建築界同銀行界咧就真係息息相關嘅。議會預計咧，可持續金融認證嘅應用咧係會成為一個世界嘅趨勢嘅啦。議會亦都會推出好多認知培訓課程啦，同我哋評審員嘅培訓課程嘅，大家希望你大家密切啲留意我哋議會嘅活動。